别着急啊，等等人，好吗？等等人，别着急，天不长夜长啊，夜长梦多。售票员上班上岗。是卡吗？等一下啊！来啊！江苏苏宁呢是90分钟绝杀冀州联，啊，绝杀冀州联。那么，咱们今天呢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通，咱们呢琢磨一下，就目前中超球队啊整体的一个参加洲际比赛的现状，同时呢它能够揭示一些东西啊。咱们今天聊聊这个话题啊，先说呢是恒大，当然大是大非，咱不含糊啊。你要说是香港有部分人，啊，这个叫什么望祖望宗，是吧？你要不然你拿中国队去干中国香港，这也算人民内部矛盾，是吧？你要是上升到一定上升到俱乐部这个层面，把它渲染到什么高度？我认为呢，这个东西啊有可能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我们要聊球就聊球。赢球开心可以，但是也没有必要呢。说喜极而泣，说因为这个怎么着了？你赢一场球，我就不，你怎么看待足球，你就会怎么看待生活，啊，我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一点。球咱们就归球聊啊，怎么聊呢？咱们说了，你买1万块钱的恒大赢，最后赢恒大赢。是 no problem 啊，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说，你说你要既然说都没问题，咱们押房子上去，咱那不是那不是咱这生活，对吧？那不是那是生活，那是赌博了。但是呢，你从这个博彩公司在马蹄子那个坑里面呛水了，死了也有可能啊，对不对？有的下楼死了，有的睡觉一翻身死了，这都有可能。但是那个呢，是概率极低的事情啊。那么至于说这7-0这比分呢？咱们这么讲，你34分钟就开始，认为也是很正常的啊，所以呢，你也没有必要呢，把这7-0就变成了好像恒大和对手的差距有7个球，也别那么看，万一你说你客场打一香港实力，怎么讲呢？说你看替补席上坐的谁？邹铮、郑龙、于汉超、张文洲、张成林。主力叫白鹤，白鹤是哪儿的呢？石家庄永昌的，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中国三流球员，对吧？也就是三流是吧？什么刘建业啊？这波是吧？裴帅可能是尹洪博，可能这波，
再往下数可能才能数到像白鹤这样的。所以呢这个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说那你说这个几乎每一个位置，另外一个呢他也没什么大的变化，还是那帮人啊。第三一个呢，毕竟恒大六连冠啊，中超六连冠，两次夺亚冠冠军，他这个气质他也在这儿，所以呢是中国香港啊这没法比的。但是呢你说没法比，我能不能够说运气好点或者战术对头一手，哎，也能够能扛一阵子。但你九十分钟要都能扛下来呢，这不容易，是吧？两分钟就红牌加点球，你说这球就基本上是没法踢了。如果要是穆里尼奥是陈婉婷的话，就已经说了，说这两分角度来讲拿了三分挺好，是吧？从队员的个体利益角度来讲赚了好几千万，是吧？多赢一个就许老板多给多少钱来着我忘了，反正总而言之呢每个人都就是赚个盆满钵满。哎，这只对他们有竞争对手，他主场拿这中国香港也一样，可能没赢个2-0或者赢个3-0也一样。所以呢你这么一琢磨呢，这三分呢也没什么。哎，最关键的就是挣钱，要挣着钱了啊。至于说外援给不给钱我也不清楚啊，我也不清楚。反正总言之呢，就是这场比赛最大的意义就是对于这些场上的恒大队员啊，你要说他们是主力拿2400万是吧，那我告诉你2400万的总奖金，主力拿多少呢？每一个人拿6%，咱俩平分一个位置啊，你换我按照时间啊，我拿呢我那个时间的比例的钱，你拿你的。像比方说像冯潇霆打满了全场啊，2400万乘6%，4-6-24，你在场上站着、坐着、躺着、跪着，也一样，啊，就是也一样呢。能跟这个广州队员呢一起来平分这144万。所以呢，比方说主持，有的说10个小时，他妈才挣5万块钱，是吧？有的是一共是20句话，啊，挣了10万。为什么？游戏公司有钱。你来主持就20句话，各位欢迎各位嘉宾，感谢您各位获奖者，这是第四句。第五句，请获奖者和颁奖嘉宾合影留念，这第六句啊。等到第19句，基本上就是欢乐的时光总是很短，各位再见，后会有期，下来拿钱。所以今天呢，这个广州恒大的就相当于呢就是主持了一个特别有钱的游戏公司的一个发布会啊，发布会时间不太长，一共28分钟完事儿。这个那个一会儿又这个事儿，一会儿又那个事儿，完了你还得站在那儿，哎呦我天哪，腰都疼。中午还不给盒饭啊，哎，自己吃点面包喝点水，完了到下午100多万拿的太舒服啊，蛮舒服啊，洗不洗澡都无所谓啊，反正就是你们今天是全中国想挣钱的人最幸运的一波人啊，最幸运的一波人，仅次于那些文艺大咖啊，那些大明星，那帮孙子那要狠了，那可能站个台5分钟啊，哈首歌20万就进账了，是吧？你们还好歹还得跑90分钟，也挺累的，哈哈。但人不能跟人比，人比人得死，是吧？你看今天这个冯潇霆他们好小啊，声音小，退出好吧，退出然后再进好吧。这样啊，今天啊，我认为我们可以为广州恒大的胜利喝彩，没问题啊。你也可以呢嘲笑一下香港东方，但是我认为这份勇气就是值得这个肯定的啊。我们都期盼着，我们都是普通凡人，我们都期盼着有一天能够逆袭，对不对？没意思啊。比如说啊，20多年前我是新闻记者，我采访金志扬啊，2年多以前我带启航队和金志扬所带的老男孩同场竞技，我90分钟当中我跟他是对手啊，而且我跟他平起平坐，就在于说如果要是说正规比赛出席新闻发布会，他聊一段我也得聊一段，我们得坐在中间有一发言人，他坐这儿我坐这儿啊，他很无助，因为我做过主教练，我也输过2-7、1-6，我知道在场下在内看着球门被对方一次次攻破，然后又少人，又有心无力的时候，那样的一种无奈。陈婉婷输斯科拉里也没觉得自己有多傻逼，对吧？因为他本身不是公平的较量，
是吧？你拿着五四手枪，我拿着一个木头砍刀，咱俩打，你把我给咣一枪给我干那儿了，你牛逼吗？你牛逼吗？你不牛逼，除非你黑社会，你牛逼，是吧？所以我认为呢，我们应该该尊重应该尊重的人。陈婉婷，我个人觉得，我们黄善红十一打十，30多分钟最后射门寥寥无几，那是真正的主教练的问题，是吧？你人都多，是吧？你主场你人还多，然后你30多分钟你最后你没射门，那是主教练的问题啊。陈婉婷这个打2分钟开始落后，又是他有一颗上进的心和积极的努力，去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是说方便面凝了吗？不是，方便面吃完了吗？油都凝了吧？我说的不是王健林啊，喷子那跟这还不一样。喷子玩键盘，玩实况足球，飞法 online 三，陈婉婷玩的是真人，明白吗？这就是啊，主持节目过程当中也没什么，主持晚会没什么意思啊，这纯属他妈耗时间。我在那儿没事，我编了这个。其实我脑子里边想到了什么呢？必输无疑啊，陈婉婷必输无疑。所以我提早的时候，我把这词儿跟大家念念啊，在微博上啊，皮球飞过天空是很近，因为你已经站到了洲际赛场，对阵广州恒大啊，两届亚洲冠军啊，这个6届6连冠的中超冠军是吧？但又觉得很远，为什么？实力相差比较大啊。你想回到过去，工作着欢喜，那些录像和而婉婷妹妹，你排出的541的阵型，期待着稳固防守，避免轻易的丢球。婉婷妹妹，你那曾拥有的小小的梦想，别在意能否实现，45度炸出奇迹。你看，这就叫他们有才。禁区里混乱的人群，此时你在天河的夜里，工作着欢喜。那些录像和数据，越来越努力的你，压关不是一场游戏。激励着你，也折磨着你，没你那曾拥有的小小的梦想，别在意能否实现，45度炸出奇迹。禁区里混乱的人群，此时你在天河的夜里，感觉着梦忽远。所以呢，就是咱们实话讲啊，就说这个，今天我去参加一个什么自媒体的一个颁奖，咱们这么说，那屋子里面据说有2000亿，就身价值2000亿，有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人。我当时呢就想振臂杠，视频直播，牛逼就是一个人视频直播，为什么呢？没有团队，没有策划。没有稿子，没有营销，就玩这个八卦的，牛逼大了！现在挣钱挣飞了，说接单都接不过来，真的，接单都接不过来，就那么牛逼。今儿老黄也去了，黄老邪、黄健翔、黄翔在他台上主题演讲，也聊了体育人的心酸，体育自媒体的心酸。他感觉好像他也没怎么挣钱。过天空，又高又飘，禁区里混乱的人群，此时你在天河的夜里，感觉着梦忽远忽近。
婉婷妹妹，你派出的无私要的真心，期待着稳固防守，避免轻易的丢球。婉婷妹妹，你那曾拥有的小小的梦想，别在意能否实现，四十五度炸出奇迹。啊，不要嘲笑一个二十七岁的热爱足球的一个职业男子足球队的主教练啊，他能坐在这个位置上，一定他付出了很多的辛苦，他有他的梦想，他有他的努力，他应该也有他的天赋和特长，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他手上没有足够的家伙。但是这份遗憾呢，看上去又足够公平。为什么？因为斯科拉里能够做到广州恒大主教练的位置上，他也经历了很多，他也同样是赢得了很多的荣誉之后，他才拥有着这样的一个可以恃强凌弱的权利。这个东西就家伙，家伙事儿就更牛逼，就是这样，你说是不是？有的时候你会说瓜迪奥拉啊，安切洛蒂、穆里尼奥是吧，就这几个大咖啊，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儿上？那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赢，所以他们拥有这权利，对吧？你面对着你说你一个5亿欧元建的球队，那边是3000万，你说这么踢，你说3000万的那个队的主教练怎么跟穆里尼奥他们拼呢？没法拼。但是呢，每一个人的牛逼他都是付出辛苦的，所以呢，你不能单纯的比较，你不能说是曼联没法比，那我们换过来，你把陈婉婷放到广州恒大，把斯科拉里放到中国香港，陈婉婷干斯科拉里可能9-0，但是没法，这东西没法假设，因为斯科拉里能成为斯科拉里，那人家也是60来年一直在洗礼，机遇、运气是吧？包括头脑，这都综合起来，啊。但是所以说，我们要尊重每一个有梦想的人，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听明白没有？如果你压住一屌丝，你今天晚上你嘲笑陈婉婷，说句老实话，你压还不如他，真的。或者是有一天你迟早得被别人像你嘲笑别人那样嘲笑你，因为你还不如他。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特别不明白啊，有一波键盘呐，键盘侠呀，他瞧不起这个，他瞧不起那个，啊，他骂这个骂这个，可是你他妈瞧不起的人，你骂的人哪个不他妈比你强啊？说句实在话，哪个不比你强啊？你还有什么理由还骂这个骂瞧不起这个？拉倒，差不多得了，大哥，行，好啊。所以广州恒大这个事儿啊，其实并不是今天我要主要说的，我主要是为给陈婉婷妹妹唱首歌，完事儿，哈哈，主要完事儿，祝贺一下广州恒大队员，今天每个人主力拿了144万，我觉得挺好啊，皆大欢喜啊。反正徐老板钱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的钱，反正有钱就好啊。哎，那8个球还说他哥几个再往里进点，每一个好几百万的啊，他都是这样啊。但是人有时候这样，你回不到过去，你想回到过去吗？你回不到。啊，好了，接下来呢，重点是讲话剧呢，我是，就是我在后台的时候，我就在那儿，我就看那个看手机看视频啊，然后看，哎，董鲁你该上了，嘿，粉墨登场，哥们嘎上去了。哥们演话剧的时候，跟那帮专业演员啊，他们特别佩服我。专业演员呢是默戏啊，上场之前都必须在那默角落里边，还不能打扰他，他得想默戏，哎，上去就爆发。该我的角色是吧？要进入什么角色？该骂了还是哭打笑？告诉我 ，OK， 好了，上去来，一秒钟根本就点燃，啊，一秒钟到高潮，直接，啊，直接什么大本营什么的，就6500米大本营，什么7200米大本营，不就7800米大本营，根本不用，根本直接就8848.多少米，就直接冲上去完事儿。好了啊，许牛逼不许抬杠啊。许牛逼不许抬杠，这个世界将会减少98%的争吵，啊，就任何人都可以牛逼，但你不要抬杠，好吗？不要抬杠，你也可以牛逼，可以 ，OK， 好。江苏苏宁的主教练是谁呢？他叫崔龙珠。
崔中珠是谁呢？是汉国的前面一千的救星，把恒大给灭了。啊，崔中珠呢，应该讲呢是汉国的非常有特点的这么一个教练。那他这个有什么特点？反正具体不是很清楚。反正总而言之呢，应该说还是很有能力的。他来了中朝这儿，他带这江苏苏宁，带了也差不多有一年了吧，差不多。你会发现呢，他找不到他自己了，他找不到原来在韩国那个自己了。你发现呢，受 FC 踢的非常好，非常清晰，非常的这个犀利。即便说是这个控球率啊，可能不如广州恒大，但是射门次数呢，比广州恒大那就根本就不差。你比如说呢，一三年的在主场跟广州恒大的时候，那个朱克昌嘛，先朱后克，朱克昌主场打广州恒大的时候2-2，对不对？2-2的时候，你知道那一场比赛，收入 FC 射门多少次吗？18次，广州恒大呢11次。也就是说呢，就是当崔龙珠啊带着这个首尔 FC 的时候啊，他甚至比原来那个他还更是那个更好的那个他，但是他已经找不到自己了。你明白了吗？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和韩国的差距。一个教练的能力没有那么大，一个教练呢，对一个球队最多的也就10%的提升，啊，当这个登登吧，有这波人的时候呢，他能踢得非常牛逼。可是，当他的手下由这个阿尔马丁内斯、特谢拉、吉祥、里昂、杨啸天、谢鹏飞、吴曦，怎么就踢不出来了呢？我告诉你，这就是现实。中国人7-8个加几个外援，他能踢得整踢。中国人7-8个中国人加上2-3个外援，踢的就是他妈一盘散沙。除了广州恒大，在中国目前除了广州恒大说踢球能把球控制下来，还能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里，没准还给你压上一点，控球率能大55%左右。除了广州恒大，没别人。广州恒大是因为什么呢？他最早聚拢了一批国脚，整体能力还是强。这波人你琢磨琢磨，是吧？冯潇霆，不用说了，张琳芃，可以吧？郑智、黄博文、高林都当外援使，是不是？基本上都是溜过羊的。溜过羊的那多多少少呢，就像那个螃蟹呀，可能是这个五大连吃的，拿出螃蟹来到阳澄湖涮一下，它基本上大差不差，它还是那个味儿。但是别人就不行了，明白了吗？我再说一遍，我为什么一还没明白吗？兄弟，昨儿上港控球率35.7%，今天江苏苏宁的控球率37.2%，都不到40%，但是挺好。当年合适，姓何的嫁给姓郑的正合适。哎，怎么讲呢？就是比较丑陋的赢球。说你不丑陋能不能赢？没准也能赢，但是希望比较小。哎，为什么呢？底子薄呀。我就跟你这么说吧，中国和日本，或者中国跟韩国，各出10支球队对抗，没准中国能赢个4-5的。要是各出10000支球队对抗，完蛋了，中国可能就赢50场。你还别不信，就是你摆不正位置，你拉开了跟韩国人踢，你就是个死。不仅是韩国人，日本人也是这样。你说咱拉开了，除了恒大，剩下的人，你说我要，你要是过50%的控球率，你他妈要不死，我脑袋揪下去，就是个死。为什么呢？因为你没那几周连踢这个球，你琢磨琢磨。
中国那个队能踢到这样的程度。那整体的配合，那快速的反击，那整个的一个传切，那个整体感有吗？除了恒大有吗？没有。所以今天苏宁就是对了，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上半场基本上是瞎芝麻踢，是吧？就往前冲掉，是你看着着急吧？崔龙柱比你还着急，他非常清楚，他来这儿是干嘛的？你说他来中国是干嘛的？他是挣钱来的，你说呢？说挣钱来的那怎么办？但是你能踢得那漂亮吗？今天一压出去就被人打反击，就差点进吗？后场只要是少五个人，你就基本上就哆嗦了吗？是不是这意思？我说的没错吧？是不是三个滑门而过，躲过去对方的几板斧之后，九十分钟绝杀，还不明白吗？明不明白？明不明白？中国人怎么才能够赢韩国人？就是他们把比赛弄乱了，越乱越好。然后呢，就是玩命的防守。然后咱最后怎么办呢？世界波呀，晕呐！黄博文不就世界波吗？自己都说懵的吗？除了世界波，完了干嘛呢？炸呀！你还没全场还没几个定位球吗？角球定位球吗？高高的飘飘的后点，低点谁捡？又是50%对50%，你琢磨琢磨。有三个50%，你抓住一个俩的就赢了，今儿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咣当打进去，咣当顶出来，里昂对方要解围，里昂一铲嘣铲到拉米雷斯脚下，你把拉米雷斯买来，在那种情况下他支撑不了一个队，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人防守你射门，如果你还进不去，你2000多万你他妈能不能给我退回来？明白吗？我买你们这些外援2000万、3000万、5000万的，买你们干嘛呢？砸窑呢？买你们不就是他妈等这机会你们射门能进吗？那他妈用别的还用你们吗？况且你们能做到吗？你们一个人把这整体给弄起来能吗？弄不起来。就这个意思，明白吗？7.5%中国人防守啊，3.5%中国人进，那强点的什么伊拉克、沙特，就是只有这一招，没别的。我也知道他丑，漂亮的都被人选走。你想漂亮，你漂亮是有资本的，你明白吗？你想要漂亮的，事实鲜血淋淋的事实，浩克大屁股，单枪匹马世界波上岗赢了吧？严俊凌把点球一扑出去完事儿，幸运女神摸打，对吧？那个大屁股一撅，世界波就赢了，对吧？很丑丑没事，怕什么呀？不要怕，奥斯卡5000、6000万买来的，你还不给我干倒俩人吗？你进不了球，你还不能给我给他们干倒两个呀？你英超白混了，是吧？你没事，你拉米雷斯，我从那个切尔西救你于水火之中，你来了2000多万，你年薪好像韩国日本了，扯王八犊子拉裤兜子，明白吗？越复杂的球要求所有人都得在一个根一条线上，这波人在这儿其实挺难的，无论是崔龙主还是这个博阿斯，还是这个什么特协拉，什么阿尔玛，浩克，其实挺难的，真的挺难的。你他妈跟一帮小学生组了一个队去参加智力竞赛去，你难不难？你也难，但是没办法，明白吗？就是关键时刻那道题就是这样，认清点形势啊，甭说别的，我们去趟你得走出去，哥们儿，你要把键盘扔掉，明白吗？要走出去，多看。明白吗？去看看韩国，我是跟韩国人踢过球的，啊，去看看日本，我是跟日本人对过决的，你还别嫌我这那个的，兄弟，妈说球的现在有几个带队打过韩国人，对吗？说在旁边看那一样吗，大哥？
你在旁边看，你天天在皇马巴萨那儿看，你能看出个什么来呀大哥？你能看出什么来了？你不也天天在电视上看吗？还得干，只有干你才能深刻的认识。到西班牙打西班牙就是守，说不能逆袭呀，多少癞蛤蟆吃到天鹅肉了，当然对不对？不是说不能赢，但是你得端正态度，要赢首先就得把自己看低，别老玩自信没有用。就自什么信呢？一停球停他妈3米，一传球就传飞，你还自什么信呢？我天哪，都快他妈自杀了，对吧？把自己看低并不代表着丧失信心，而恰恰是我不如你，但是我有方法，我跟你玩脑子，我跟你玩韧性，我跟你玩游击脑，直接锅一掀，直接地道呲溜就走了，完事最后弄几个雷，砰一拉，咣给你家炸一人岩浆马翻，这裤裆里弄个手雷完事儿，对吧？这不就是咱们没有这些，咱现在能有新中国吗？不就是这些吗？就这个道理吗？怎么这么难呢？对吧？你有梦想，谁没梦想啊？谁不想像巴萨那样踢球啊？可能吗？就您这就鸡身体，没技术，没脚法，没配合，没风格，没战术，没战术稳定性，一会儿学巴西，一会儿学德国，一会儿学英格兰，英格兰一会儿又弄一法国菜，一会儿京菜，一会儿京酱肉丝，一会儿又满汉全席的，谁受得了啊大哥？没有风格，没有风格，你只能瞎子吧踢，你都不知道花又啊 ，Who am I？ 你都不知道，你说 I want to do something， 你是谁呀，大哥？你 want to do something 啊？你说是不是？等什么时候？还得再小。要不然就高天意这波，小西班牙学回来的，小技术可以，但身体可能还得长长。要都是这波人，你说打打传控，跟对方磕一下，这行。你现在剩那些抠一传一射，这些东西一脚出球，咱有吗？大哥，有吗？没有。不仅苏宁没有，上港也没有，申花也没有，北京国安可能有时候有点，在某一个阶段，是吧？怎么帕切科或者不是曼萨诺那个阶段？可是曼萨诺到了申花，他不按国安这么打了，为什么？他发现申花那个路子跟国安的路子不是一样的，也弄不明白了，对吧？多少教练英雄来这想改造，改什么造？往哪儿造啊？对吧？你本身原来就是一个厂房，你说你非得改造个摩天大楼，你不扯王八犊子拉过兜子吗？对吧？你就挂两个金砖，是吧？找两个大铁门，你给弄好了，是吧？防盗，防防火，你把那别给烧了就行。什么保利尼奥、特谢拉加上什么这那的，这不作用就是这样吗？就是我们瞎。所以啊，别瞧着苏宁说踢得丑，我告诉你，要漂亮的红颜薄命早死了。你明白了吗？你就从一个人到沉默着欢喜，天空之城在哭泣，他不想吗？他也想，他为什么做不到呢？你是他的原因吗？不是，是中国足球的原因，知道吗？宝贝儿，因为那七个韩国人从小人家嘎嘎嘎就这么踢，脑子都木的，熟。日本人也是熟，中国人对不上点儿，你明白吗？没那个配合，三脚必丢。所以就是外援牛吗？大屁股大腰大腿大脚跟子一抹一蹭，当年洛维在山东的时候，不就是大屁股一靠，一转身一个听形势。今儿半场，我看江苏苏宁球迷已经骂开了，哥们儿发一微博，你看，哥们儿当时在颁奖典礼上，哥们儿发一微博，半场休息，我看很多人在那骂，包括我那群里边，我看一片哀叹，啊他妈这瞎踢这那个的，我当时跟他们，我发的微博，我说苏宁球迷别着急，你看，别嫌踢的乱，情况就是这样。中超球队本来也很难在对韩国球队当中占据主动，不是没丢球吗？
守住就有机会，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你守住，明白吗？你什么叫守住呢？你比如说，你好歹留个两三万，这叫什么？这叫和钱，就说临了最后我还有点本儿，明白吗？你守住这个，你就能守住希望。你把这个全都扔出去了，邦当，这加上欠着债，债又没钱，你不就是死？平不行吗？非得赢吗？大哥，稳住呗，完了等着你炸呀，等着世界波的来临呢。活着就他妈是等待，明白吗？对不对？你最后九十分钟死，可能你还觉得反正呢，你还经历了九十分钟希望呢，要不然你得多绝望，是不是？所以呢，这苏宁球迷啊，上港球迷、申花球迷等等，哥几个冷静下来啊！但申花已经打不了亚冠了，这咱另当别论啊。恒大这东西，对吧？敢打配合，这东西有时候它不完全是技术，它有心理的问题。他玩过这个，他玩过，是吧？你那些队，你像上港和这个苏宁，我建议就是防守反击。你前面有浩克、埃尔克森、吴磊，你不打防守反击，你不大傻子吗？啊，你前面有阿尔马、特谢拉，你不打防守反击，你不大傻子是梦想？现实是现实，永远不要脱离现实去谈梦想，那就是他妈空想。对吧？大傻子一样空想社会主义，在家里边天天等着同谋都过来一块儿弄个小船南湖划过去，没人来啊，没人来，最后你自挂东南枝，也就这样，没别的，是吧？踏踏实实防守不丢人，对吧？输球丢人，世界上哪个最后因为防守最后被觉得你很丢人？大哥，那不最后还是因为输了才丢人吗？对吧？小概率事件的发生不是不可能，一定就是你认清自己就完了，对吧？有人说你一说你就说你什么带队打这几个队，那他妈废话，我不说他我说什么呀？你说你有的说吗？那么我就问你啊，我们还是职业的，不都是都一样吗？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你以为我们对那个韩国队，我们的实力和苏宁比起来，他们和那个济州联也比起来，可能就是一样的呀？这实力打恒大呀，赢了呀，不值得说吗？为什么赢？炸出来二点球，嘣儿进了，是吧？角球起来，对方门将冒顶了，门前给拱进去了。打韩国的就。整死了，不行你去看，到乐视上去搜录像。第一，启航队巴斯特拉纳青年人队，到乐视上搜，好吧。第二，中国业余队，中韩业余足球对抗赛啊，去搜啊，对这韩国有个什么我都忘了那队了，叫什么名字了，反正二比零给他干了。哎，我们干完韩国，第二天中国队输韩国了，就看你去看那个比赛，你就能明白中国足球。目前阶段怎么才能够赢？把嘴闭上，好吧，把嘴闭上，不配跟我讲，啊，不配跟我聊你们。好，所以今天呢，苏宁拿客场拿到三分，涉险过关，把这三分装兜里之后，开始总结，坚定一点，今后在亚冠赛场，不论主场客场，只要对日本、韩国的队。就是防守反击，坚持住，记住，坚持住，千万别摇摆，别觉得回主场我干你韩国，干你日本，我再压出去还是死，记住这句话，你有多少个拉比雷斯都没用，明白了吗？认清形势，要不信你去跟崔龙珠聊一盘，他心里能苦，你带瓶酒去，你跟崔龙珠聊聊到一半，喝两All it already has been my memory, I'm very sad. I try to improve our ability and to control the ball, but I know now it is impossible. So it ugly, I know. Man, we play very ugly, but.
we win the game. One Chinese Mr. Dong said, if you want something and you do your best to catch it. 那加速，你们以前在春晚上的，现在到县级电视台，县里边文工团，那也得唱，也得演，是吧？但是说怎么找不着在春晚舞台上那种感觉了呢？说我在春晚舞台上，我都是国标啊，伦巴、汤格什么的，锅巴什么的。我怎么在这儿呢？在这儿，大哥在这儿，你跳抽筋什么的，街舞赵四折了，是吧？我，哎，来。是吧？嗯，好吗？所以呢，今天呢，所以今天呢，就这我很开心，是吧？因为两个中队都赢了，尤其是江苏苏宁，是吧？我这个干儿子、干侄子，这高天意进入名单了，我挺为他高兴的。小伙子才18岁啊，加油啊！我今天刚才回来，我跟他实际上我通了微信了，啊，我说命好，你才能可能改变比赛的进程，啊，但是就是这样，我说的都是实话，但他现在没有经验，那是吧？这一代熬一代，只有干直播这个，谁也熬不着我啊，谁也熬不着我啊。我有一天我坐轮椅，我要想聊，我还能聊，没什么不能聊的，是吧？对不对？所以呢，今儿就我看今儿就聊到这儿了吧，还可以吧？今天这聊的，啊，还有什么？咱们互动一下，你别你将军，是吧？但是恒大还是很稳定，啊，所以我说什么呢？其实呢，严格意义上讲，恒大呢，他还是那个恒大，啊，他要郜林踢不动了，郑智踢不动了，哎。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下滑，那个时候如果要新人能顶上，他呢还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为什么？他起步早，他这个体系建立的比较早，啊，所以反正来的呢都基本上都是国脚级的，是吧？然后踢着踢着呢就形成了霸气了，就基本上就是他的了。他再加上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心理，他的这种冠军的气质是其他队伍现在目前还不具备的。大鲜肉、小鲜肉来这儿，我谁都不怕，真的。我谁都不怕，为什么？因为我都主持那么多的节目，我混了那么多年，什么多大场合、多大人我都见过，所以我在那儿呢，我绝对我气质上我绝对不输你。但有的呢，你别看他这样拿的挺耀武扬威的，你给他扔到台上，啥筛体弱筛糠，是吧？所以气质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气质是很重要的。所以恒大的优势在于3点，我先说啊，第一。体系和人员的稳定，啊，第二一点呢，人员的优势。我刚才念了替补席了，哪个队替补席？你把恒大替补席跟上港替补席一对上，你就会发现这是他妈两个世界的队伍。我说的没错吧？啊，这是两个世界的吧？啊，那边我都叫不出来什么，张卫、林创意，这都弄不出来。这边邹正。邹正、于汉超、郑龙、张成林、徐昕、张文昭，那波说那波，林创意、张卫、汪家杰，我说他圈地。你我为什么跟你说，许家印是用房地产的思维来建队呢？房地产就是圈地。把地都买来囤上，你要还要什么呀？对吧？今儿会上有一个说那个小伙子自己创业，现在身价10亿，完了那个嘉宾还老跟他说，哎，他没结婚呢。我上去接了个话，小伙子，我说没事，人生本来就不完美。跟下午开了很多玩笑，但晚上那个我就没什么情绪要主持了。我一看那些去那人跟我不是一路人，真的不是一路人。妈戴着面具的，完了这那的，哎呀，我天哪！我都是大，都牛逼，都比我牛逼，都挣了 big money 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不是一路人。下午的还行，就去点教授啊，什么对吧？你甭管玩什么的，啊，
你是玩九连珠的，玩八卦的，玩七星瓢虫的，反正他牛逼的，总有人捧，所以你也不知道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对吧？但是就是 你还要坚持自己，啊，这个很重要。啊，有些朋友呢，就让我聊一些什么各个队伍啊，我实话讲，我知道的我聊，我不清楚的我没法聊。你现在让我聊河南建业，河南建业我都不知道什么阵容，我怎么聊？没法聊。你让我聊辽宁宏运，我都不知道辽宁宏运最后买了谁了，没法聊，明白吗？你去找你们，说白了，评足球都不老少，你去找特捧你们那个的，你明白吗？你像北京球迷，你就找 BTV 那几块料，你看他们评国安，你肯定特舒服，你就不用听我的，你听我，我就客观的说，可能有好的有不好的，你还他妈还不愿意听不好的，你让我说什么呀？你说是不是？山东的也是，你比如山东鲁能忠诚，我鲁你那些，对吧？我没有尊严，我活着没有意思，我就活着就是我自己表达我自己，你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不听，赶紧的，是吧？就是这样。你上海，你说你申花，你烦我，你就听那个季宇阳，对吧？季宇阳申花球迷，你听他5块钱一个月，我觉得不贵，赶紧都去买季宇阳啊，就算帮我一忙，好不好？去订季宇阳的那个 APP 啊，一个月他给你推送多少？5块钱才，真的不贵啊。那我要收费，我可比他贵多了啊，对吧？你们就自己去找自己愿意听的。至于说我这儿聚的人，咱们说句实在话，聚在我的人，咱们多多了不敢说啊，总得有点客观冷静啊。说人品大差不差，谁都经不起推敲。我没说艺术啊，是要有艺术加工和艺术效果的。你比方说老炮里边，他要不没有那个脏口，他就根本出不来那感觉，啊，那个叫什么那个，这张涵予他演那角色，他要不骂骂人，他就根本就不是，一看就不是老，还老炮，你娘炮吧你，一会儿猫，一会儿吉他啊，说点什么事儿，表加个表演，我是当艺术的，艺术的过程当中寓教于乐，啊，相互沟通，啊，这东西其实深了，有多少人能玩这个？我就问你，没多少人。杜子健老师现在把我叫做一直播天王。杜子健服过谁呀？是吧？他还是看了我的，哎呦，我这东西他可能我来不了，哎，没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啊。您再精神病再严重点，就差不多了。嗯，好吗？就这么回事儿，是吧？日久见人心，我这200多期了。你要说了解我，你这200多期的车里面，你要是看完之后你还看不清我这人是什么人，那你就是眼拙，啊，活着没什么意思。但是也别死啊，为了爹妈再继续坚强的活下去，好吗？嗯，这个哎，我看这黄博文怎么来了，没上场，今天是吧？是伤了是吧？黄博文还是停赛了？黄博文，我关注他微博了，玩一个加油恒大，怎么回事呢？这个黄片的一点办法没有，我他妈也就算邪了，就我有点弄不清楚了。新浪微博也好，一直播也好，你融资融了多少了，大哥？你这帮人都打不透，你这不给丢人吗？你这不给这个，你这发黄片的永远都在这儿，像膈应啊，跟那牛那个狗赖选似的，就天天在这儿。哎呦我天哪，这波人也不怕，中国公安也逮不着他们。哎呀，烦死了，嗯，也烦死了，嗯。新中超客栈现在不清楚。新中超客栈不清楚啊，那个时候我自己出钱来做这节目呢，是吧？我找谁打回来去，我得让他活着，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可能会跟季宇阳啊在另外一个平台，我不在一直播上做另外一个平台广告，但是我会跟季宇阳在另外一个平台开一档节目啊。也就是说呢，我现在是我玩的就是我跟李鑫这边，我脚踏两只船啊，我一边跟李鑫玩，我一边跟季宇阳玩，嗯，反正应该说能玩出不同花样吧。跟李鑫是下块是吧？一块传一个事儿，也有可能啊。我今天呢在会上，我就跟这帮这投资人啊这些大佬，我就跟他们讲了，我说你们呀要真有脑子，你们有钱我知道，你们要真有脑子，你们真应该投体育，尤其投足球，为什么？内容是这样的，你说个爱情，你说个生活小窍门是吧？你说一个八卦，总有完的时候吧，
总有烦的时候吧，是吧？只有说足球，每周都有新鲜的东西，新的比赛，新的事件，是吧？新的争议，啊，新的这个技战术的呈现，所以内容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你投资一项目，你不得看它的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吗？足球就是永远都有动力啊，因为永远都有你期待的比赛在等着你。更何况四年一届世界杯，四年一次什么欧洲杯、亚洲杯，什么十强赛、十二强赛，什么中超、亚冠，什么英超，什么德甲、西甲，你想想，对不对？大傻子一样，就这帮投资人，大傻子，钱扔出去也都不知道怎么着了，没法弄，是吧？你说呢？更重要的，你像哥们儿这一直播是仅仅是足球吗？仅仅聊足球的能聊成这样吗？95万多人在线，可能吗？就如果就聊足球会听，哎呀，斑马呀，不唱啊。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1个小时16分钟，下车吧，早点休息啊，洗洗睡。我说今儿晚上有曼联，但是鲁尼这个事儿啊，我还真今天啊，因为不是疯传了一些，也算作一个经常跟媒体在一块儿的一个哥们儿，我把这截图发过去了，我问他真的假的。这哥们儿呢，给我来了16个表情，啊，16个表情分4次发的，就是1次4个，1次4个，1次4个，1次4个。4个不同的表情，表情呢我破译也没破译出来什么东西，最后跟我来一句说耐克公司没有这个位置，他这个也是不置可否，所以你到底是我帮着想去了解了解，我也不清楚啊。你要说手机里边也有陶伟的、谢峰的电话、魏可星的电话我也有，你要说我死乞白赖问可能多少人家可能会流露点，但我也不问，没有意义，来就来，不来垃圾不倒，有什么用，对吧？你说你没事，你非得是关心这，你看能来就来，不来拉倒，啊，来了反正该来总会来。鲁尼来着，说周薪100万，100万英镑，那我觉得可以。大傻子不来，穆里尼奥都想说能不能带我去，明白吗？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因为这个中超这个钱太大了 ，too big， 啊 ，too big。但是鲁尼说今天都没跟着去法国吗？那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大差不差了。有人呢说鲁尼作用大吗？我认为，我告诉他已经完成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心理啊就承受了一些压力，啊，就是明白了吗？就他已经是从红人，然后边缘化，然后一会儿又出来，一会儿又进去，但你会发现他仍然每一场比赛必拼。你可以嘲笑他停球停失误了，射门打飞机了，但是他的拼搏的精神，这种职业的态度，我始终认为鲁尼没有变，还是当年16、17的那个鲁尼。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他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知道该换踢法了。以前还你就现在踢中场秒杀中国，就中国目前所有的踢中场的，你说有几个能跟鲁尼比？就踢后腰或者踢前腰有几个，你包括内援外援都算上，保利尼奥一定比鲁尼踢后踢得好吗？我不这么认为。功能不一样，对不对？那鲁尼的进攻的创造性呢，这都不用想啊，是吧？因为有一阵子我记得范加尔吧，鲁尼就曾经打过后腰，对不对？我没说错吧？曼联的资深球迷，好像鲁尼就曾经在一些比赛当中就打过后腰。哎，就是他对这个东西，英超和中超还是两股劲儿，你对不对？亚冠跟英超都对不上点儿，要不然你看那个这个奥斯卡。奥斯卡的亚冠人，我拿着英超那劲儿了，你看，甭管你高的矮的胖瘦的，干你，是不是？英超孙继海不是说过吗？
晚半秒。嗯，行了吧，今儿就到这儿了吧，这一下是11点多了，好吧，我们明天下午2点钟呢，在奥体大学生队呢恢复训练，但因为有的队员现在还没有开学，啊，所以人数不会太多。说你要是下午没什么事儿，天儿也挺好，说我去看看大学生队训练，我看你，我看你家没证，你家能怎么练？没事就过去看，好吗？奥体4号场，你哥们儿就是没有秘密，你知道什么人是幸福的吗？没有秘密，走哪儿我告诉你我在哪儿，啊，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来，没问题，是朋友也来，见面是吧？嗯，都一样，合影照个相。1米7几啊，今儿上台有一小鲜肉，告诉1米78，我说好啊，一直有人来怀疑我的身高，来咱俩比一比，当场一比跟他一样高，只能说明一点，他虚报了啊，但也虚报的不多，嗯，是吧？这现场抓哏的能力啊，说相声的多一半不如我啊，是不是没冲过100？主要今天呢这战斗不惨烈，要恒大要是0-1，这今天130，啊，血压180。缓慢下车，缓慢下车啊！现在你看没有，哥们儿服务多周到，妈下车都有下车音乐，你明白吗？你上哪儿？你上哪儿找这样的服务去？是吧？下车都有下车音乐，开场有开场曲。下车有下车音乐，其实除了不熟练之外呢，还是因为我没有音乐天赋，就是没有，实际上我不适合于弹琴，就是弹琴的人他有天赋吧，他就随时他就能够，他是融化在内心的，是那种感觉，而我这种感觉实际上没有，我只能是靠声，就是声练啊，这个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确实如此，但是我比一般人感觉还好点，你要一般人要练这个，他可能也费挺大劲的。弦低了，嗯，今儿琴也被摔了，很心疼。唉，但人生就是这样。我还没说呢，今天我还给人追尾了呢。我幸亏我追了一个破面包，那面包我说句老实话，就是稍微使点劲儿，我一绑能把它推散架子，啊。然后那哥们下来了，您看那个杠大概1个多少钱？啊，那边我听着，那边说240。啊，那我知道了，放下了电话跟我说280，哦，我这样我给你300，哥们赶紧走了。虽然这事儿我想想，我这追这个300块钱我就了了这事儿了，这我要追法拉利劳斯莱斯
布拉迪威龙，我去 F 一，我怎么我大了呢？我这那我当时我就把我这车扔那儿去，给你了，赔了，我走了，我打车，滴滴，没。让我掉下眼泪了，不知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雨露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华大有时候情绪什么好了就这样吧。哎呦天哪，还七十多万人干嘛呢？你说你这么依不舍，弄得我这都不好意思走，赶紧走吧，好吧，赶紧走。斑马斑马好久不唱了是吗？是这调吗？斑马斑马你不要睡着了，再给我看看你受伤的尾巴。斑马斑马你回到了你的家，可我浪费着我寒冷的年华。你的城市没有一扇门为我，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只会歌唱的傻瓜。斑马斑马你睡吧睡吧，我会背上吉他离开北方。斑马斑马你还记得我吗？睡吧，我会卖掉我的房子。浪迹